就像现在某个芯片这个公司昨天找我说，哎，你能不能 Miles 让你们的这个那些战友们啊，每个人买点我的股票，啊，一个人只买一股就行了，啊，为什么？他的机构投资者不缺钱，他想让咱战友去买点股啊，然后呢冲加人数啊，大家知道这个市场是很重要，人头很重要，你光有钱也不行，啊，我说可以啊，一股不行，我说我们战友要买的话，一个人150，前提是你送给我们，一分钱不出啊，我保证你第一天10万人，啊，半年内我保证你100万人，前提你送给我们，为什么要出钱？不出钱。就这么牛，我说不行就等等吧，是吧？他在半年以后要上市啊，一个最大的芯片的重组公司。然后我告诉他，我说你的公司现在最起码超过5个人是共产党派来卧底的，啊，他简直是，他当时疯了，他说你能给我找出一个来啊 ，Miles 过你的战友的股票我就送给你，啊，我不到10分钟就发给他仨，名字、简历、背景啊，怎么从美国到你这儿去的？我哥们傻眼了，到现在没给我回复啊。